那你是什么地方？啊？那你是什么地方？那你是市中心呢？柳州市的市中心呢？我那里我逛过几次了。你以为这里是市中心呢、啊？哦，我来半年，你都没带我，咱第一次带我来逛哦。那里是市中心呢？那个柳州市中心。没有，老头，我们带他去过那个小寨回来就可以了。哇塞，看那个水晶花是吧？下柳江桥啊，然后再回来。大家好，我们今天晚上逛柳州，走，绿灯，出发，走。早饭看见没有？好美啊！美不美？你看柳州的夜景美不美？把油锅弄起来，哇、哦！几个这个，上哪去？上哪去？打码，还有用？还在笑、啊。公布了没？又买了，恭喜啦！太舒服了。站。哎，那车跟你走，去哪了呢？刘工，刘工，站好，站好。哎哎哎哎哎！你看，那是什么？走了。好大的海螺啊！海螺，好大的海螺啊！我给你前面叫一句他就醒了，好大的海螺啊！螺，你看，哇，好漂亮的船啊！哇，好大的船啊！哦，大轮船，好大的船啊！船你看这里，你看，好大的船哦、啊！那边，大轮船，醒没？啊，还没醒呢，好大的船哦！哦。行了，行了。我的天啊！好大的轮船！哇，游过，你看好大的船，游过去了。等一下他又游回来了，哎呦，你醒了。哎，阿叔抱你走，看船船的。帮你看船哈、啊。来。看那边，那边，你看那边有船，那边漂亮啊，还朦胧的。那边有船，那边看，好大一个船哇！那个眼神好。看到没有？看到没有？好大一个船，狗屁的，好大的海螺啊！嗯，家里面男友不睡了不？这老人也厉害。太搞了，说带你们出来玩一下，变成这个样子，两个都睡着了。轮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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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轮船。好大的轮船。又是白白的，29一天了。养你们，去养你回头们。啊，能见面。就是多吃，如果哈密瓜。好，谢谢。哎，那个，要不要？你是不是要那个消防车？我们等一下去买好不好？等一下去买消防车好不好？哈密瓜。这叫柳州地道的酸味。哈密瓜你不要啊？等一下去买消防车好不好？好不好？等一下去啊！走，走。嗯，这个好吃，那个好吃，这个那个，来一个，要不爱上好运气。丹丹，来。我们去吃宵夜，教练把这个灯全部关掉了。好，你差不多了，现在把这个灯，把这个全部关掉啊。是吗？对。嗯。让我见证一下奇迹吧。见证奇迹的时刻，准备到了，关灯，走，我们去吃宵夜去了。走了。来了。走了，吃宵夜去。好了，哥，关好了，关好了，走了，走了。走啊，关完了。叫人家关完了，关完了，关完了。哇，没有电费啊！我吃饭也。这个好吃哈、哦。嗯。哎，我们吃过吧？吃过。我要一个哈、哦，馒头要一个哈、哦。我要一个是吧？这个再加一个，五个。
2, 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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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老公，来，娜娜呢？接电话。开夜景给老婆看。来，又上去了是吧？试一下这个生蚝，看这还是不是以前的味道？这个好友会从刚开始第一天我就来。你说你吃了最多的一次可以吃了多少个？那一次吃了几十个，一个吃了几十个。那边有个江湖豪杰。这个很完整的。这个真好吃。你有带纸巾出来吗？没有，买包纸巾。哦。我昨晚上就很想出来吃生蚝了，太晚了。这个是吗？我还没刮。不止那么多啊！哎呦，一欧姑现在好乖哦，是不？好乖了不？哎呀，搞个广场哦！打你啊！来，你吃饱你。尴尬哦。捡到石头布，捡到石头布，你妈那是我的坏话，那不是吗？像他们不刚来一起的时候都害怕，里面怎么三个拉一样，又三，然后怎么又不像本人，又不像视频上那样，来的时候比现在还要好，那时候是有多丑？一五年的时候，那时候一五年来的时候很黑的。黑得发亮、哦嗯、那时候盖工作室哇、嗯、好看来认错人了、哦、差点以为是进了传家窝点吓一跳阿俊来学弟今天说打电话给阿鸡哥鸡哥要是我三天没有消息你就打电话给我报警啊来那不是最多的进来了，以前那些路都没有打水的路哦。不，有多少人？老的二级路，三路十八弯。所以说啊，哎呀，人生短短几十年，你看他现在那么调皮，你来的时候等我都还没结婚没小孩，等再换一眼过去的时候，慢慢都已经拄拐棍了。不是，你不是在说你吗？转到我这里来了。我告诉你，那时候我来的时候，他们还没有交往哦。然后我回去再回来，油谷已经满意了。主要是他中间没有个牵线人，就是因为有阿荣来帮忙牵线，是吧？真的，那时候我一出去啊，一回来，油谷又满意了。再回来的时候，油谷就会跑了。不是，再回来的时候小微微，再回来就小微微了。你再跑出去一趟，然后过两天你再回来，要不然又多一个。不是再回来，这又过一年交女朋友。那完了，那太久了，那太久了。那一两块，全部吃光了，哇，一个都不剩。还有啊，你要吃吗？这个没有了。我帮你吃完。干嘛？干嘛？啊！干嘛？啊！还有一朵，来你们俩一人一朵。小胖，你的这个。来来来，一人一朵。好漂亮！哎呀，这样出来好舒服啊！偶尔呢，跟大家一起聊聊。出来，今天晚上休息一个晚上，出来一起溜达溜达一下，带他们出来走走逛逛吃吃。你不会开脚吗？好了，走了，我们先回去先了，走吧，拜拜，拜拜。